给大家唱首歌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性格。不去真相路，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敢爱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不管有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去这一生要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雪藏海图，像落叶无声飘过，谁情愿那随波逐流，顶天立地的应该是我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性格。不惧人生路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敢爱敢做。真心话中走过，真情的能有几个？我只是一叶孤舟，人海中无声漂泊。谁情愿那随波逐流，重情重义的那个是我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性格。生路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敢爱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不问有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惧这一生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性格。不为人生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敢爱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不问有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惧这一生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一笑而过。非得那个啥的话，你刷票也行，我还有总票数跟着呢嘛，又让你破费了不是？本来打今天打算我都喝西北风了，对公会票再次感谢八哥，谢谢谢谢。他敢冻结我，直接让他下岗。你看咱俩谁厉害？好了，不跟你们闹了啊，不跟你们闹了。父亲笑笑什么？乱套了吧，有点乱吧。
别闹，真是的。唱首歌啊。对，刷那个公会票，还有总排名啊。人去踩呀踩，脚下的路，快来踩呀踩。谢谢大家两个送来的星星。一看，告诉你刷星星这种、哦、不是咱家马甲格式人，他们绝对是喜欢我的，而且他们是喜欢我，他们但是在他们的心里边有一个最爱的人，就是他们挂着马甲的那种挂着马甲。挂着别人家的马甲上着来刷星星的基本上都是喜欢我的，就是说他心里边有两个主播，一个是他们爱的主播，一个是喜欢的一个主播，所以说感谢你们送来的星星，也祝你们能抽到气球，抽到气球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，完了到时候给你们最爱的主播放气球，我们去抢点红钻。昨天属实有一点挺吓人的，唱个这个歌。再次感谢兄弟们，第六个吗？谢谢大长哥。手机在上面有个绿条条，找到我的名字可以点助力。助力之后就花一毛钱，完了你会有五毛或一毛五毛不等，到时候你可以刷公会票。大雪漫天飞，寒风刺骨吹，那也并不是你给我的伤悲，我穷受着罪，还要装着无所谓，我是冬天里可怜的白玫瑰。夜晚那么黑，月亮也如水，那也比不上你给我的伤悲，寂寞的滋味让我一个人体会，我是冬天里孤单的白玫瑰。是冬天里绽放的白玫瑰，我是冬。
谢。把那个广告往出踢一踢啊。对，这你们的眼神都可尖了。没有敬你牙呀，踢着呢。那个有的就是说在频道里可能打的受限制啊什么的，可能一吧，可能是没有会员马甲。如果你是黄马是会员，打字受限制，那个应该是YY 这个官方啊，可能是有点卡，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后台系统啊正在升级什么的。不要说这都是你的错。老大，我刷一组六星星再给你抽到礼物可以不？行，大家刷啥都行，主要就是有这个有票的咱们就走票，有星星的喜欢刷星星就刷星星，没事儿。今天这两天不控制你们，但是有票还是刷票。完了，包裹里有免费的，别忘记了啊！谢谢，谢谢黑土哥。你说刷个星星还报告，你说好像我对你们可严厉了。老大，我刷个星星行吗？你说你给我送礼物还得问我行不行，好像母夜叉似的，哥呢这么厉害吗？这菲儿刷礼物还得问问同不同意。感谢亮相哥、断魂哥以及我们姑五哥、清风哥、二十哥、小魔哥哥、小米哥哥，还有我们地藏王哥啊，谢谢谢谢，一路走来丫头辛苦了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们，主要是你们也辛苦。每天我直播呀，可能我是比较喜欢，可能我不觉得自己唱歌有多累啥的，但是自己心里边不感觉有多累，但是嗓子有点累。但是你们天天陪我的时，把你们宝贵的时间，可能出去玩的时间呐，或者是打牌呀，或者是以前可能跟朋友 KTV 呀，出去撸个串的时间了，都来看直播来了，把你们宝贵的时间都留给我了，我是应该非常高兴的。谢谢二世哥，对，还得吃鸡打王者荣耀，把你们最喜欢的东西都给扔掉了。谢谢二世哥。那个让泪化作相思雨哥哥，你是会员了，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就不能超过五个字儿。谢谢我们土豆狼牙土豆哥。你不说谁说的刷一组六六吗？怎么又刷出一组飞机来了，太吓人了。谢谢呆瓜哥，谢谢大智若愚哥。丫头，我的熏觉了。好，欢迎浅墨哥。看我的 DNF 是啥意思啊？ DNF 是什么游戏啊？你高兴我们就高兴。谢谢我初哥，欢迎浅墨哥哥，把浅墨哥也发一下。欢迎来到菲儿的直播间啊，是地下城啊，忘记了，我以前也玩过，现在那个啥，昨天不是结束了吗？昨天只是结束了一小节，今天我们可以休息休息。谢谢那个冷月哥，来首爱情伤了多少人的心，我刚才答应了好几首歌，排着，也唱排着，刚才答应唱情人泥哈，还有我刚才答应阿卡还有啥了，先答应的阿卡，我先答应的阿卡叫啥了，可执着了。阿卡说那叫什么歌了，对，说怀念青，怀念青春。我要开个响应了啊，再次欢迎我们浅墨哥回家。那你就平时就是以后要叫这个名字了吗哥？还是呀，又叫我整岔去了。谢谢苦海哥，也谢谢风有亭，还有古武哥、不懂哥、天狼哥，谢谢地藏王哥，还有小宝宝，谢谢东，谢谢草原明珠哥。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，是吗？我一笑脸可大了，我觉得。
过两天我就改回来深秋。OK， 那我先提前欢迎一下我深秋哥回家啊！谢谢谢谢，感谢漫步哥啊，谢谢漫步哥啊！哎呀，太高兴了。点响应的兄弟们可以帮菲儿开一个真爱，完了咱们家的这个响应也有任务的，点一下这个响应都是不花钱的哈，点一下响应也会有个任务，它是真爱任务，这是真爱的任务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它会有5%，不是5%，有个5+，这儿呢，真爱这边有个响应，有5%的加成。正好没有过任务的兄弟们把这任务过一过，没有转发朋友圈的兄弟们也可以转发你们的朋友圈。还有包裹里边有免费的这个真爱礼物，大家可以送出来。没有点这个响应啊，会提示你召唤呢、啊，会提示你真理哥点最亲的人。好的，我看见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看见了这眼神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地藏王哥，谢谢深秋哥。嚯，厉害了我的哥。这礼物漂亮不？好了，没有点那个有个，真是的，我没说完呢。这歌声音太大，谢谢雨中漫步哥。就是有个点会提示你一个一块，它会提示你一个一块的这个开真爱，完了你点一下试，就花费1块钱的 YB 就可以开通了。谢谢这个字念什么？你小吗？我哥厉害了，深秋哥。真理哥，先把真理哥这歌唱了。完了，深秋哥，你最爱听我那个唱什么歌啊？上传了。最亲的人。呀哩呀哩哒呀哩哒，
山丘哥回家，谢谢谢谢。山丘哥，其实我喜欢逆水三千，上次你说不会，说学的，我没学会呢。我可以给你唱楼兰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没有点这个召唤的兄弟们还有七个，帮我点一下召唤过一过任务，谢谢大家，让大家破费了，加油加油。还有七个，完了，兄弟们没有过这个召唤的，帮我点一下召唤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还有六个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谢谢，那个只需要你花费100币，如果有的话你就点一下，谢谢大家，谢，还有5个，还有4个，还有2个。哎呀，还有10多秒了，还有2个让大家破费了，正好把那个包裹里边过了，太紧张了，感谢铁粉儿，谢谢，过了，太紧张了，我的楼兰没有人超过我家丫头，但是这个楼兰属实挺那个啥的，哎，对，点错了，那我再发起真爱。赵丽，对，我要唱个歌呀，开神杯吗？开也行，谢谢家长哥，谢谢我们家长哥，也谢谢那个姑姑哥、真理哥，还有我家彬彬哥啊。那我就这样吧，我先唱情人迷，我等一会儿吧，我就先唱楼兰吧，一会儿。是不是微信支付的比较多呀？是不是都不会微信支付啊？他这个选择有个微信支付啊，我们都出来了，干得漂亮！谢谢。还没有问呢，深秋哥这首歌唱的跟当年有啥不一样不？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啊？真的脸都红了。完了，对，我还跟大家说哈，有很多，哎妈呀，得拉一下助力，电脑用户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爱心传递，手机啊也有一个这个小，这个是啥颜色？是绿色还是蓝色？我有点懵呢，这是绿色吗？还是蓝色？是蓝色吧？我绿和蓝我有点分不清，这个东西有个助力，大家可以点一下，点完之后啊，我现在排第6，完了点一下助力他，到时候啊，就你们就会花费，就这样，活动期间的每人就是每人每个号可以点一次，一点助力呢会消费这个消耗0.1YB，但是有机会获得5000红钻，就是1毛到5块钱之间他会送给你这个红钻，但这个红钻呢只有效期是7天，就是你要点着中了呢你就直接刷给我就可以了，刷给我点那个公会票，就是我这个颜色这个小礼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不久也不长，中了，哎呀，你中了1毛。第5了，加油 ，come on。中3块是吗，小智哥哥？那你刷吧，中3块你可以刷30个公会票呢。中300个红钻是3毛，就算是3毛，0.3YB。完了没有点下边还是那个，对，我要跟你们说那个啥，就是真爱的问题。真爱呀，就这个点完了之后，就这个东西，包裹里边会有一个叉，
这个呀，就是说他们你们看完真爱后边有我的名字，每天来做任务，他就会有一个他欢迎三喜大伯，把三喜大伯往上报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你再送出来就可以了。我给你们看啊，可能你们手机用户看的不是特别全，这儿每天做任务哈，我响应的时候点一下响应，就是你现在是真爱了，记得点一下响应。嗯，完了，还有分享一下朋友圈，如果不方便呢，你分享完了之后或分享给自己，是分享完了你再删除也行。他就每天送一个专属的礼物，那个礼物啊是免费的，大家就可以送出来。这个是召集，这个召集呢就是这个召集令，就会加5分，每天都不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彩人之南哥，嗯，怎么地嘞发哥，你扣个小一。好了，没有点那个真爱的可以点一下真爱。手机上方是主播的关注。然后一首真爱唱到排行榜第3了吗？这么牛叉。手机用户在上边有一个赢世界杯门票，旁边这个顶上写着传递爱心 UP 力 UP 什么玩意儿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吧，反正就大概那个地方，手机用户在那儿点助力，点助力会消耗1秒，嗯，完了吧，你会用红钻就可以刷礼物了。欢迎宇哥，谢谢雨中漫步哥，给你们唱一个比较老的歌吧，我这眼皮老跳呢，就是左上角，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，我眼睛怎么老跳呢？跳了2下，不跳了。对，情人迷没有唱，下周给你们唱情人迷，又给忘记了。谢谢广东哥，感谢余文乐和天朗哥、镇里和顺子哥，谢谢广东哥，整晚还唱。识破，你还在谈什么？不肯再说，是不是爱已经变得冷漠？难道说放手啊才能解脱？有多少真心爱想对你说？当爱歌只剩下爱的枷锁。是我，我只是害怕再面对寂寞。
风少年更长。在重重烈火咆哮的咆哮声，喧闹整个世界。骄阳狂飞的胸膛，机甲实战到来，热血地流沙。战车在发烫，勇士一时不可挡。Come on， 逆战逆战来也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这期的世界。哦，逆战逆战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。谢谢姑姑哥、镇南王哥、一童年，还有草原牧人哥、华哥，还有七公子以及镇南王把儿真理哥，还有小谢哥。我手机在外边了，等一下我加一下哈。谢二六九九哥、飞日小姐姐，么么哒。谢姑姑叔，你怎么跟夏天叔学坏了？六六六唱歌是吗？谢谢，唱歌都牛哄哄的是吗？稍微这两天可能有点累着了，看看啊，今天可以，调皮了，抛开更牛哄哄的，你们还喜欢听抛开那首歌吗？我明天跟谁呀？我没有看。如果紧张的话，我会白天加播；正常的话是，晚上加播。是狼哥教，都是狼哥教会了新人哥和天道哥。那明天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累。我们家丫头有很多经典的歌，是呗？以后可以经常来菲儿这里听歌，但菲儿会唱的一定都会给你唱的，让大家破费了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红钻怎么送啊？红钻有个这个公会票，你一点它就自然就是扣除红钻了。如果你有红钻和 YB 的话，它会先扣除那些红钻，再扣除你就是哪个着急，他就哪个时间的短到期了或啥，他会先扣除哪个。我们团队人说你唱的真好听，他们有几个来听了，是吗？还喜欢听啥歌？
谁给封了？给解一下。伯伯是不是给封错了？等一下啊，手误哈。魔法恶魔法则，不会呀、啊？恶魔法则是不是也是张姐那个吗？我听一下啊，但是基本上就是游戏的歌我都基本上差不多。是着魔吗？我一搜他就搜出着魔来了。你怎么净点我会唱的呢？恶魔好像也是游戏里边的吧，我看看啊，你看，哎呀不对，你看我在这一搜恶魔法则就出了张杰的了，因为他也是。咱俩估计咱俩能玩一起去，我以前爱玩游戏，完了现在直播了就很少玩了，嘘，暴露了。其实一个歌风，知道歌曲的风格一下就暴露我的性格了，真是的，都让你们发现了。红尘路上，好的，冰冰哥，我看见了。好的好的，看见了看见了。我们军团团长在听，军团团长，哇，谢谢媚娘，谢谢哀伤，你们都应该是都是玩过这个游戏的。出来卡个皇上团长，你别把团长给吓着。但音质没有那么好。Come on， 显公子，瞬间八字地府，谁是我心魔乱舞，对与错我能顿悟，恶魔开始让这里复苏，迷雾中有谁低诉，最高的荣耀享受孤独，用奋斗去征服踏平平地界，还是唱歌为主。给公子哥在七彩开个房间打游戏。
念俩字儿，厚德。以后叫你厚德哥，这四个字儿老念给混了。行，那我就把神杯开开啊，1000个神杯，大家搂着一点儿。我以为我卡住了，那天我卡一下，嘣就过去了，呵呵，一卡一下卡到500，再卡一下不就过了吗？停，停。七公子是很低调的人，感觉出来了。停，不用刷了啊，谢汉马哥。那我就唱一个比较偏东北的歌。你讲什么强？你争什么争？啊、这个马甲没错了，是啊，没有错了，深秋哥嘛。谢谢土哥，给你们来个5毛钱的特效。给你们嗨皮一下，我们就稍微休息休息，我们9点了，瘦了，这是以前的裤裤，我穿的都肥了。有2000担也是1日3餐，家财万贯也是黑白一天，阳光十座也是睡榻一间，豪车百辆它是有愁有烦，高官厚禄它是每天上班，妻妾成群也是一夜之欢，山珍海味也是一肚肚难，荣华富贵也是过眼云烟。你抢什么抢？
学者哥、顾哥、阳光哥以及我们，雾里看花哥，还有忘忧草、不弃哥、小天儿，还有华哥。结束曲好长呀，我眼睛，我就是觉得我眼睛稍微小了点，剩下我还好吧。东北三部曲现在很少唱了，就是。哎呀，我们来个结束曲吧。疯了疯了，简大哥真不能唱，唱完了我明天我就得歇菜了。你等我比完赛的，或者是，我恢复恢复什么的。大悲咒，大悲咒，昨天唱没唱过？还唱吗？大悲咒？怎么这么齐刷呀？点大悲咒。那我大悲咒当结束曲啊。好，那好吧。是我们的拥有，没人和他的。哎呀，今天我都唱了两个经典的歌曲谢谢德厚哥送来的很多很多的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称心哥，
谢谢春心哥，也再次很高兴哈，很高兴认识这个刚刚来到飞儿直播间的七公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所有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有时间的话可以多来听菲尔的唱歌，或者喜欢什么歌，对，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跟菲尔说。行，今天呢我也要早点休息了，这样吧，我再放一首歌。我是新来的，大家可以把上方的关注也点一点啊。完了，包裹里边那个有个真爱的，有一个桃心，会有一个，大家可以把那个真爱任务做一做，或者是没有做真爱任务，刷一下这个免费的个人票，个人票不可以哈，不是公会票啊，公会票。完了，这个啊，刷一个就可以了，感谢感。哎呀，我天道哥来了吗？把我天道哥抱上来，来，天道哥，你是来做任务的是吗？天道哥，今天那个。今天不让你破费了，你就来听歌就好。再一次感谢德厚哥，哇，谢谢德厚哥，也谢谢七公子啊，让大家破费了。还谢谢我们家的顾哥，还有我们深秋哥、真理哥，以及我不懂哥，还有我们发哥，我家的家长，还有地藏哥，还有华哥应该是刚刚改马甲了好像，还有地战之王四星哥，以及文帝，还有金福哥，还有冰冰哥、信仰哥、宇哥，以及宇航，还有飞旭哥，我看看啊，这个看不着了，感谢各位大哥。天道哥一会儿给你唱首歌，你想听啥歌不？还有我们傲世哥，还有落叶随风哥、狼牙土豆，这名字都相当霸道了。还有我们亮相哥，谢谢3344啊，以及我们萍姐，还有齐姑娘、青龙哥，以及老陶、经纬哥、醉牛哥、月乐哥、浅墨哥、夏天哥、怀少哥，还有蔚蓝哥、雨中漫步，以及老大，还有我土豆叔啊，以后叫你不叫人为叔，叫土豆叔。谢谢那个下课，还有文凯哥，谢谢，以及这个念栾雨吗？还有草原明珠、断魂哥、冷月哥、有亭哥，还有武则天、胡海恒、胡海思航哥、刽子手，哎呀，我认输两个号呢，谢谢。还有我们隐藏的狂魔哥，没有我，那可能哥你还没有上榜，能不能唱首《热恋之后》？那个歌我不会呀。怎么走掉了？天道哥怎么跑了呢？再念十念，你都念不熟。德厚哥，以后就叫德厚哥。哎呀！德厚哥，厚德哥，哎呀，主要你我就这个文化水平，你整那么高深的字儿干嘛？这个是成语，还从小就不喜爱学习。行，这样式的话，怎么很高兴？好的，再见。这么快就走了，退潮吧。好，没事，这样比较有特点嘛，就是在你的心里，比较，奇葩吧，比较奇葩。别人都会把你的名字念对了，我就当你那个唯一。洗头吗？我洗了，是出汗了，空调吹的我头皮有点疼。呀，好乱头发，词儿比较穷，那么多什么还能赢吗？什么呀，半天憋出两个字儿。谢谢二肥手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都说了，今天我准备喝西北风，你们还给我刷那么多礼物，
我都说不想让你们太破费，我都心疼了。谢谢战风哥，开空调会是不出汗吗？我的温度调的比较低，27度或26度什么的。我唱歌也会出汗的呀，他屋里空气那个什么，他不通风。谢谢一个人的世界。还有大家这个没有照顾到的兄弟们，就直播的时候这个字儿啊打得特别快，咱们家兄弟啊这兄弟姐妹也特多，谢谢一个人的世界特别多，完大家这个没有照顾到的啥的理解一下，谢谢大家啊。没有一点的风力，没有不服你跆拳道那人你咋不服呢？菲儿姐姐退场了好吧。那我就退场吧，那我们明天见。今天都迟到了好几分钟呢，谢谢。我寻思我主要是想让你们保存一下实力，是不是过两天还有呢？过两天明天见。哎呀你打错了四星哥。过两天还得那啥，我现在让你们别太破费，都捂着点兜，你们每天都给我送礼物。最近睡眠不足反应会迟钝哦，好像可能是。谢谢来哥的棒棒。谢谢。这个字念烟花易银。这什么成语？啊，念冷啊。那美人银的就跟他可像了，口字旁加个令吗？哦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对了，想做主播的可以加一下 YY1789FF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因为过两天还有比赛什么的。会让大家破费，所以说这两天我就准备都喝西北风了，你们都留着点儿，给我保存着点儿，个人那个公会票都留着点儿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，小土豆，拜拜。存点银两，是不是？给我存点银两什么的。那我就先退潮了。来，非常了，明天上企鹅，明天我不跟你玩儿。我才不跟你们玩呢，你们太厉害了，你们。